点的话，意大利爱心更容易的想到一个很简单的做，意大利爱处理一些心情所谓的情，一旦一些的自然是问题，那处理爱情不多，现在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样的。这个孩子从他申请到接教院，他所有的行政流程，包括社会福利身份的申请，家庭方式，一共看到城市的接教育的环境，那他未来在这里适合有哪个院方来照顾，内部沟通的那个书面的报告，然后进来之后可能就是要协助他做环境的适应，还有家人方式的处理，因为可能有些孩子他离开家庭来到这里，他会有很多状况，情绪啊，或生理适应的部分。那你爱心教育因为所在偏远，真侪社工因为各种考量，最后可能会选择离开。所以当你社工做这个单年份，会使讲常常要带新人。应征来的虽然社工会很多毕业生，可是在我们这边的节目要投入的会比较少。所以各个地方都可以做行为，都可以是教导行为，但是他们有情况的，然后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那个主人，在这部分我是很佩服的。如果在整个社工当中基本分配，并且有多个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量，所以社工是目前的主管在社会和部门中的阶级，在这个基本分配做得好，就做得好。今天新闻的电台里面有关于广播。